一念，也莫忘那一念啊。时光匆匆啊，记得安尼过才几十年啦、啊，真正时间过真紧。1979年，当一个念头啊，要为花莲起病院，这个念头一动，自一立啊，开始就安尼起步建院，完成啦，是。1986年，咱开始起价啦，那医疗起好啦，就发现到教育重要，因为病院才开始起价啦，发现到讲护士伫东部困难呐，所以咱来赶紧做培养。尤其是在东部花莲，有真多原住民的少年，也应该在这个所在有一个职业学校，可以将来呢有安心的职业，会当服务当地人，那就是护士学校，心意已定啦。开始呢，筹备啦。在1989年啊，学校完成，安尼已经30年了。会记得伫迄个时，迄当阵呢，学生107个，主持人啊来庆祝。欢喜啦，20000多人啊，来为这107个二专的学生庆祝啦。迄个时呢，再搁再回忆，真温馨。请师长拨穗。恭请师长。长公啦，看到咱慈科大迄、那个毕业典礼啦，啊，为民庄严嘛，如礼如仪呀，迄种的庄严，伫咱的情绪当，这画面真感动。来参加的人，家长拢是真感动。各地来的贵宾，拢是安尼赞叹。张下晡，家长就来表达感动。他是从马来西亚来，表达出了当初。要把孩子送来花莲，烦恼查某孩子来吃，会关系无？后来，咱的宜德妈妈、师兄啦，都甲妈妈联络，互伊了解查某孩子伫咱慈科大读书，迄个环境。以任何教育等等，这回啦，要来参加毕业典礼啦。这位宜德妈妈呢，安尼甲伊联络讲，你来啦，住阮家啦，阮家就亲像恁家啦，好搁较感动。这就是的，好好。除了咱办好啦，会当吸引真多教育，真多
如归如仪，在学生毕业啦，在职场在迄个职业环境中付出，为人群服务，人数嘛未少啊，都是互人真赞叹。昨个毕业典礼，我嘛是目睭哪看，内心呢那一直赞叹呐，一赞叹就无形中想着爱感恩呐，爱感恩啥人呢？那就是杨师表教授，因为咱来好好精进的气候，来不及呢聘任校长，请求他说啊，是不是先来给我代理校长吧？因为无第二句话哦，欣然接受啊。从咱开始去病院，迄一年也爱真感恩杨师表教授。迄个时啊，伊呢是代代院长，关心组织帮忙，所以杜副院长当初啦是代代副院长。曾文斌也是代代副院长，这两位副院长呢，参加咱的调研委员，就是医疗病院啦。调研委员，伊本身呢也真关心，帮助咱安尼病院，虽然是真艰难啦，却也是呢。啊！你可能顺利去啦，完成啦，这都是我的感恩的人啦。在今年来清霞，才看到哦，人有影已经聚会了，真正是。看到伊的身影，会想到这四十多年来啦，伫组织开会啊，不管是医疗开会、教育开会，伊无有一处欠席，真侪智慧建议，互咱。医疗和咱教育呢，真多圆满，哎，这个会啦，会当呢往前直直行。所以脑海中的杨师表教授，永远呐、啊，永远永远都是真正真健康的人。所以呢，杨师表教授他是今年虽然是百岁人岁啦，是寿元相聘，迄、那个寿啊，真长无量啊，好亲像相聘同款，相亲啊，人生的志业方向，他。把握的呢，真精准，无有老实吼，这就是伊的人生，所以值得表扬吼。那这就是咱生命所做无聊啦，无聊事吼，咱爱好好用心啦。伊的精神是人生，尤其是。医疗教育的典范，这些真难得哈！在这个时阵，莫忘那一年，也莫忘那一年，
有真侪个年，他都真有纪念性个投入，请大家人去用心去体会、去了解呢，内面拢有记载的，这就是人生啊宝贵的足迹，也就是咱生命中跟咱的职业的内底的贵人啊。我感恩啊。